没想到跟你能碰上缘分吗？缘分，对吧？花少团一路跌跌撞撞，转眼行程已过大半，他们不断收获着明媚的风景和一场场虚惊。而接下来等待各位的依然是没有预约的旅程。亲爱的，初到马德里遭遇闭门羹。粉丝围观，寸步难移，问题该怎么解决？不许照！伯纳乌球局热烈狂欢，输赢竞猜将决定谁是最后的轮值导游。今天谁请的员？还这么精彩的球赛啊！而三姐许晴又将宣布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哇，这好浪漫啊！研究给我们买球服吗？对啊，真的，算你赢的。真球啊！哎，球好漂亮。哎，三妹姐姐、凯莉姐、涛姐、还有贝贝姐啊。玩球啊！我们现在游戏规则是呢，这有三款服装，你们认为哪一款是巴塞的主场作战服？谁猜中了，谁明天当值。三位候选轮值姐姐将分别从巴塞罗那球队的以上三款球衣中挑选出一件，谁挑中该队的主场球衣，谁就成为明天的轮值导游。我不会猜中，我不懂啊。不是，你就喜欢哪个？你们猜吧，你们猜下来我就猜吧。那就那个。巴萨13-14赛季主客场球衣设计图样，主场球衣重现了2010-11赛季双冠王战袍经典的金领设计。那我给你换一个。客场球衣完全采用了加泰罗尼亚大区传统图案。客场备用球衣主色调也接近2010-11赛季客场战袍。各款球衣胸前 logo 为卡塔尔航空。我要黑的，我喜欢看拍出来，要不然就无所谓了。十号，好，去他了，哎呀，无所谓了。不是每种颜色是看哪个颜色是他主场的比赛的服装，我觉得是这个，是吧？主场应该是蓝红条吧？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反正肯定不是我。啊，来吧，宣布吧。OK。啊、交接仪式。那你明天得穿着这个。钱呢？钱呢？那谁呢？啊，钱没钱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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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票啊！哒哒哒，不是明天的钱呢？我不知道，我没有钱。啊，现在你看，我们就这点钱，必须胜利啊！明天一定是最美好的一天。哦耶！这个给不给我们呀？不给，不给，不送啊。当然不送，他要那些衣服干嘛？我以为要送我们呢。去拿吧，去拿行，听你的了。不要，从现在开始别就剥夺我的那个当领导的权利啊！我现在欲望很高啊，欲望很高。啊，涛姐，玩游戏。今天玩什么呀？明天啊。啊，到了酒店之后。那一会儿把那本攻略给你，你自己那个画勾哪儿呢？那东西啊。一会儿拿嘛。好。噔噔噔噔，来吧，朋友们，来吧！还没到点呢，哎呀，坐下！哎呀，来，我们应该去问一下吧。先休息一下，让那个佩姐，佩姐，我跟你去。
我值班，你该干啥干啥去。没事，我陪你。我值班。哦，好。太靠谱了。直接把花。我拿着票吗？要。给赶回来了。那我赶回来了。七岁他还没上班呢，但挺好的。怎么了？ Oops， 别抢我饭碗啊！我告诉你，受不了。他已经抢班了。哎，我觉得就让他一直当下去吧。你抢班是？对呀、啊，绝对不行。真的几点开始入场 ？Excuse me, what time we can go in? Ten o'clock. Okay, thank you. 几点？十点多。十点，哎呀，还有个半小时。We still have half hour。谢谢，今天我更得好好拍你马屁啊！不然的话我就寸步难行啊。他说十一点上。十点？啊，十点上，对不起，我报错时间，十点上，现在还太早。晚上了，咋办呀？哎呀！赶紧看看。哎呀妈呀，刚想歇会儿。马德里，你看四号航站楼稍远，需要加钱坐出租。是吗？嗯。咱们几号啊？飞机还是火车啊？就是到那个机场之后去。坐出租车，我们不是机场。领导说话啦，走啦。拿这个啊，来一二三，多齐心呢，我们太牛了！哎呀，俩大箱子，咣咣咣的。疲惫的花少西游团在开往马德里的火车里逐渐进入梦乡。按照之前的住宿标准，他们每天平均七人700欧，但就在昨天，他们却提前预订好了七人910欧的酒店。超支的房费会让他们今天再次陷入金钱危机吗？这列火车将于清晨7:30抵达马德里，而一般的酒店中午12才能入住。面对规定，他们打算如何应对呢？今天我是领导啊。哎，你是领导，你是安排了领导车接吗？大使馆的，不好使了。来，你递一下给我就可以。来来，递一下给我就可以。那个也是，递一下给我。好，真的帮帮我们，我们太可怕了。谢谢。哎，那个水杯是你们的吗？真好，谢谢。好多啊。哎妈，谢谢小伙。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太好了，来，还是自己提自己的，走了。我离着你有点距离，你先上，这样的话就没事儿。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小心啊，飞飞。关键领导，你那点钢镚够几个车呀？哎，我还没钱呢。你的钢镚呢？哎，他们没给我钱呢。我们还没给我钱呢。领导。领导拿钱是吗？钱呢？我们的钱呢？多少钱？2000的。2000的。钱了。
两天才这么一点钱。酒店的地址，来给。Four. 妈妈在那等你。Four taxi. Yeah, we have. 对，来，哎，嗨嗨，一二三四。啊，好吧，那个亲爱的，来吧，那个装的最多，第一个装最多。Big one, yes, yes. Wow. 嘿，这边。OK, 走吧，一块结账啊。1400哈，嗯，咱们可以先把行李放下，在附近找个地方吃点早餐，歇休息一下吧。好。哎呀，可是钱不够用。Hello, 早上好，马德里，我们来啦。今天我坐庄。马德里，Hello 怎么说？Hola. Hola, Madeline. Hola, Madeline. H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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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西班牙的其他城市，马德里没有那么古老。在中世纪，它是完全不入法眼的小地方。后来，经历无数次的权力更迭，最终被选定为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也花了好几个世纪才适应自己的这个角色。随着兴建华丽的教堂、雄伟的城堡，它渐渐有了都城的气派。全年晴天的马德里热情洋溢，它的快乐生活五花八门，却又拙朴的让人安心。你向姐不冤吧？特别荣幸。姐年轻时候还行，现在是没法看了。现在也美啊，现在也特别美，多美呀！啊，啊，15块，不会吧？不是这个意思吧？No, speak no, 不会说。No, 西班牙，他不会也做手脚了。Aquí, Puerta del Sol. 没来？不可能啊！这找不到是吗？是啊，他这么整，咱这钱不能给这么多了。是不是有那个？我这边说的是。OK 啦。OK。姐姐，你在这儿？灯开的呀。我们导游没来，没钱呢。来。哎呀，完了。23.5块，你看他一点也不少收。哎呀，我天哪，我下不来。这个车找不到，肯定是绕了，20多块钱。你这儿多少钱？差不多20。21.5。他说他等了你那么久，他要你再付他多钱？没有，22。25。OK。No, 25。OK。21, whatever。没有零的了。25 OK 了。OK， 大方。
他说一人二十五。这个导游不得了，一开始就那么大方。好嘞，走了。嗨嗨，往那边运。我发现你当导游就可以哈，旁边好几个助理，你就哎，这个辅导那个，这能张罗也行，就热情够了就行了。太好了，陶柱干得太好了，少爷说的，我当领导行，好几个助理。嗯，但是，但是钱快没有了。刚才太多了，每一个都二十五。不是，问题是我们已经预支了，透支了，已经透支了。呀，我们的旅馆钱是透支在里边的。住宿就是900亿，一晚打工了。球票多少？还不知道呢。60一张吗？674。五六，400。400多。400加上900多，你现在已经超了。哎呀，咋办呢？现在问咋办？他刚好过去给了100块钱，我眼睛瞪得很大。啊，亲爱的，交完这些钱一点都不剩。一丁点不剩，咱吃饭什么都没钱了。对呀、啊，你知道的，我就是那个就是。张翰、哎，怎么办？这我以为开玩笑呢。怎么了，姐？我们是非常认真的。你看。Room available? My room? No, it's not available. We have a problem. Okay, until 12. Until 12. Yes, we have a problem with the other rooms. Okay, until 12.Until 12. Two rooms. Yes. Yes. So I can got passport back? No, see, yes, for you. Okay, yes, thank you. 现在有一间房508，凯丽姐跟许晴姐呗，行吗？行。接到吧。你们手里还有没有点那个？我手里，反正就那天我们花了公家的钱的那个还过来的，我还没那个。那你现在有多少？你能献出来吗？我献不出来，因为我得留给明天的人。我上508，我看一眼房间，行吗？这事儿我的助理帮你干了呗。妈妈去吧。508是他的房间。是，对，再看一眼呗。在那边。哎，你们是不是都在开玩笑啊？没。那我是当啥领导啊？值啥班啊？你去打中国功夫，然后旁边放着李安的那电影的画面。我以为他们几个开始把所有的房间还好，也不是很大，他们两个人住可以了。给他开点窗户透透气吧。好，那个，哎，许晴姐，你先去你的房间呗，508已经弄好了，挺好的。凯丽跑到哪？凯丽去谈判去了吧？哇，这钱真的不够。商量了没有啊？这钱在这儿呢。想什么办法？年轻人。姐姐，汤，他说今天没有，现在挣着好好这个房钱和球票的钱，要不咱把球退了吧？咱不去看了，把球退了，把400块钱拿回来，我们看博物馆去，看美术馆。那我不看，我是要看。谁真的谁特别不爱看球就不去了，省了钱。球是一定要都要看的，一定都要去。我们不吃饭了，不吃饭了。
怎么办？怎么筹钱？咱们这样，球必看啊，吃饭该吃吃啊，这能剩多少，咱别浪费就行啊。明天斗牛不看了，别看了，你这不有块红布呢？咱俩在屋吧。哎，咱能不能联系一家那个华人的企业在这儿？哎呦，你老整那大的干啥呀？你这是个平民，都得拿塑料兜子兜菜的人，还联系个华人企业，你别丢人了。就不是企业，我说比如说华人一个餐馆，他有一些员工，对吧？我们给他弄一个小型演出，他给你2块钱，给我们200块钱。你想太多了，他可以跟你说，姐姐，你来当地，我来给你演出，你给我100就行。是，咱开玩笑，真的，宝贝儿。哎，打个比方，他说我们没办法给你提供太多的帮助，但我们可以免费给你们一顿饭，你们觉得值吗？这样的兑换不值，我们不要饭，要钱。那你先出个节目单。可以啊，你就跳舞嘛。我跳不了舞，他跳舞。这嘛就功夫嘛，对吧？对，我收钱。对，然后我数钱。然后他唱，我朗诵。这人是那个跳舞。旅行中讨论吃什么是很重要的，但讨论没饭吃，那就是很严重了。怎么办？怎么筹钱？你先出个节目单。可以啊，你就跳舞嘛。我跳不了舞，他跳舞。这嘛就功夫嘛。对吧？对，我收钱。对，然后我数钱。然后他唱，我朗诵。还有电台呢，我这边有个电台。我受不了了，你俩能别再说了吗？不，我只有这个办法。这，我告诉你，你这个办法，我情愿把我身上哪块东西当了，我也不愿意没事去求人。我给你演个出，你给我10块钱吗？干嘛呀？这是？那不是那回事，那谁不能当啊？那不是，都能当。外卖。你没看我一直在笑吗？因为我觉得，哇塞，我说你们真想得够可以的，越想越逗，越想越逗，越想越成真了。但是马德里真的有很多东西不浪费，很可惜。我们现在就暂时决定，先睡好觉再说别的。走。出去行下，好啊。睇有咩？睇下车站喺边度啊？先。就喺隔篱。好啊。花花，我跟姐姐到门口看一看那个地铁站啊，什么车站乱七八糟的大概位置啊。你去吧。你要去看？不，我就在门口，在门口坐会儿，透会儿气，要不然里面空气太冷。我们也没问他拿钱，没事，没关系。我这里有100明天的。其实大家挺疲惫的，也不会有太多的食欲。我们先打听一下地铁，还有那个一日游的车。一日游的车应该这边都有啊。你看，这个 bus 不就在这吗 ？Ticket here。How much for the tourist bus? 24 hours? One day 21, 2 days 25. Okay, thank you. Thank Take you. Take it all day, hop on, hop off. 也我们今天也没有用。Thank you. Thank you.
休息会儿吗？再休息。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告诉你，你这表示一下吧。还不快点去表演一下？我给你写点字儿吧，这要写英文。什么从小什么的？你看吹得多开心，其实挣不了多少钱。哎，这是不是 supermarket 啊？你这 market 也忒小点了吧？而且是卖纪念品的 market 吧？我看贵不贵吧，一瓶水。哎呀，中国人吗？太棒了，是中国，太棒了。哎呀，看见你们格外亲。就是那个电视演的那个。对对，电影演员，就是那个《卧虎藏龙》，很多功夫都是他打的。但是，现在咱不找本子，咱不找本子，一会儿给你签个名，拍照都行。才有事情要麻烦。你们这边的比较大一点的 supermarket 啊？你要中国人呢，还是要外国人？其实我们就想买点矿泉水，但我不知道你的矿泉水不是你的矿泉水，矿泉水可以在这里，因为就说白了吧，咱没什么钱吃饭，但是呢，得买，不是跟你开玩笑，咱得买点回房间一打开就能吃的这种东西。啊，可以，要好萌啊！什么叫好萌啊？好萌就是这种。哦，差不多吧，就这种东西可以。矿泉水多少钱呀？这个小的我卖别人是贵的，但是给你们可以优惠。比如说呢？比如说多少钱？5毛钱吧，5毛钱。那大的呢？给我们呢？8毛钱。特别仗义，哎呦，我拥抱一下，来来来来来，签多少？特别仗义，一会儿给你那个拍个照啊，咱们合个影啊。可以可以，真的。你预备多点中国东西，榨菜之类的，他们更喜欢。对对对，我等一下叫我老公带一点。哦，太好了太好了。哎，你老公会做中餐吧？哎，要不这样，让你老公做顿饭给我们吃吧。我给你们唱首歌。哟，花，你要给我们溜达吗？天哪，你二妈说你这鬼样子啊，这是什么给的那什么呀？你已经开始了，你现在已经开始那什么了是吗？没有，这你收的？这张翰给的。哦。我比他还穷，还管我要 money。 现在如果有一套拍古装的戏服，我也站这儿。Hello。 我们特意过来看你的，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了。是吗？他们这个年龄啊，刚好是看着我戏长大的。我很久
我们一起拍一张好不好？我也没钱，给我一张。我都没钱了，管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晒风吸尘皂就这么健康。你们太浪费了，你这先给我买两个面包都好。